有朋友来问我，我出差的时候是干什么呢？其实我就工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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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又工作，工作，工作。开玩笑，其实下班跟周末还是正常过生活的。其实工作跟生活是一块的，不管你怎么看，你分不开这两个，所以我们就放他们一起好好过我们的生活每天吧。生活只有一次，好好过吧。